早安，巴塞罗那。的珍珠奶茶，但我们没有要买，等下看一下店面。还买了一个开心果的，就是中间有灌馅，然后它超粗的那种。
接下来嘞，我们来到这间 La Chinada， 这间是在巴塞隆纳很有名的伴手礼店。他们的产品都是主打以初榨的新鲜橄榄油为基底而衍生成的各种产品，像是保养品啊、护肤品，还有各式各样的食品也都有。像这种礼盒包装的新香料罐就很适合拿来送人，还有火腿跟这种调味罐、盐巴等等，跟各式各样的酱料，看起来都超好吃。特别是这个松露起司酱，感觉就超好吃，而且他们的价格都很合理，不会想要削观光客的钱，超棒。我们两个怎么选到那么好的、啊？当然，这是我们两个的晚餐翻车。总之，我们的心得就是它的奶香味很浓，然后不过吃到后面会小腻，但下面的饼干配的还不错。不过总体而言还是不会回购。嗯，吃饱饭后我有点想吃甜点，然后我们就在 Google 上面随便找一间意式冰淇淋店，结果竟然是巴塞隆纳蛮有名的店。我们去的时候竟然还要排队。然后我点开心果跟提拉米苏，开心果是有点偏咸，然后提拉米苏整体的咖啡香蛮不错的。开箱时间，我们房间早上的时候光照进来真的超漂亮的，然后我们一开始都不知道我们有自己这个小阳台，然后它的门啊可以这样关起来，然后这一层可以再关，或是你也可以直接拉窗帘，然后反正就是很漂亮。我们昨天就坐在这里吃晚餐，然后昨天没有 room tour， 我们就想说早上一定会更漂亮，超级喜欢。而且我们这间旅馆的位置很好，我会再把资讯放在资讯栏。这样像我昨天买的这个还有护手霜，出名。我看到那个灯一直在闪呢，现在是早上，超漂亮的。我们今天的早餐吃这个喇叭吧，这间只有在巴塞隆纳有店，虽然说需要排队，不过我真的觉得非常值得。它不管是内用环境还是食物都很棒，我点的抹茶超级顺口，然后这个松饼呢旁边的柠檬 cream 配上上面的水果真的很清爽，很推荐，超好吃。好吃吗？被松露惊艳到，好漂亮。吃饱之后呢，我们来朝圣一下巴塞隆纳很有名的二手市集。外面看起来超级像体育馆，一走进来哦，那个 feel 才会上来，真的超级无敌爆炸多人的。而且这边什么都有卖，包括相机啊、古老的钱币，还有一些书籍、餐盘、手表、怀表，还有一些画、一些古董的东西，这边都有，真的是超神奇的。然后我们来这边本来是想要挖 CCD， 就是那个相机，但后来也没有挑到适合的，所以就来体验看看，这个气氛也还不错啦。但是真的很多人，大家要顾好自己的包包。不过我们这几天在巴塞隆纳其实治安也都还不错，只要大家有警觉一定不会被偷。很好喝，它里面白白的是糯米抹茶。太可爱了。
现在去买披萨。耶、yeah! ！听说是欧洲有名的披萨。对。漂亮的房间，嗯，退房。这是饭店的公共区域，一个小小的客厅，有沙发跟桌子，旁边有贩卖机跟泡咖啡的。然后这是行李置物柜，只要投一欧进去，但是把行李拿出来的时候，钱就会退回来，所以其实算是免费的。这是另外一个角度的样子，还不错。我们今天又再来一次拉爸爸，因为他的松露吐司真的太好吃了，而且他今天拉花还给我不一样的耶，是大象。一楼也超漂亮的。回去之前我们还买这个半鲜豆腐，真的是我们喝到觉得很惊艳，因为它是以豆乳为基底，但是又不会太重，然后整体喝起来很清爽，它的豆乳盒子也还不错，大推推。噔噔，开箱时间，跟大家分享我要自己做纪念的。这个是我在米拉之家买，然后我很喜欢它这个手绘感，只是它这个就是你要保护好，不然它很容易凹到。像圣家堂它就会给这种袋子，我的是他没有给我，我自己跟他要的。大家可以去圣家堂买纪念品的话，可以跟他说要这种方状的袋子，他就会给你，这样就不怕凹，我觉得很贴心。这个它的材质很特别，这是一欧，然后冰箱贴是五欧。我觉得以伴手礼跟纪念品店的那种价格来说，其实都很合理，而且这超漂亮的，喜欢。好了，我喜欢这个，啊，也希望大家喜欢我的影片。